최근에 나오는 성신 태민의 새로 들고요. 我特别喜欢听我们公司的这些歌手出的一些歌曲，比如说泰米最近出的新歌。 최근에 나온 시즈 레드벨벳의 행복도 자주 듣고 있잖아요. 그리고 슈퍼주니어 에미 헬리 형의 레드벨벳 그거는 아메리카를 찾아내가 하는 거고 그것도 많이 듣고 그랬습니다. 네, 저는 첸 씨 노래 듣고요. 那首歌的名字是叫最高的幸运，大家也一定要去听一下，好不好？一定要支持我们每一位成员的每一次的不同的歌曲，一定要多多支持，好不好？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啊对，然后 Tao 씨가 작업한데 他喜欢涛他自己写的 freestyle 的 rap 啊 ，We are， 好，我学不下。We are， 好了，为大家读最后一个问题了啊，最后一个问题，特别的感人啊，我让陆哥来读一下。XO 教练，这是你们 XO K 加 XO L 加 XO M， We are one。 你应该这样，我读一遍，你跟我读一遍啊！宝贝，我爱你们 ！XO 加油，永远支持你们 ！XO K 加 XO L 加 XO M 等于 We are。 举办成功了，也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其中，多多支持 XO， 也多多支持 XOL， 也谢谢今天能够有这个荣幸来到这儿为所有的青年奥运选手们加油，以音乐的方式来会见所有的朋友。所以下面呢，我们就要结束现在的问题环节了，谢谢大家。 好，已经韩国的时候就好了。哎，是不是？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就是充满童话趣味的《彼得潘》。